你到底有多少钱？吴勇，我的上限可不止100万。吴董，目前为止，洛城的所有医院都将我们公司的医疗器械进行摧毁，全完了，我接完了。各位董事，现在是否可以按照刚才的提议罢免吴勇董事长？哎，吴氏集团已经没有任何收入来源。 不过，你们也可以选择把手中的股份卖了，我还是会按照之前的市场价进行收购。我看呢，真不如把这股份卖了吧，现在卖呢，可能呢小赚一笔，否则消息一传出，吴氏集团那肯定就要大跌呀、啊。是啊，简直是啊！林总，我们同意把手中的股份卖掉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除了吴家。 其他人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，否则就是和我林然作对。好，是是是。你们，吴勇，我现在手里的股份应该是比你多了吧？可以罢免你董事长之位了。哎，这以后吴氏集团可以改姓林了吧？林少，之前。 我们吴家得罪了你，请你这次放我们一马，以后我们吴家唯你马首是瞻的。放你们吴家一马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要吴勇立刻下跪磕头向我妈道歉，这样我或许可以考虑一下。哎，不可能向这个废物跪下。二叔，不就是公司没了吗？大不了东山再起。让你跪你就跪。 哪那么多废话！妈，好久没有。妈，好多了。妈，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你差点死。哎呀，乖孩子，还不赶紧进来！ 小勇，还不下跪给林阿姨道歉？先保住公司，危机过去了，一切还不都是你说了算？对不起，行了吧？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，我就得考虑考虑。林然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我记得。 当初我妈生病住院的事，你放手。林然，别以为有点臭钱就了不起，把你弄死，我们吴家照样可以过得风生水起。林然，我劝你现在好好想想，你这智商有没有提升？赶紧给我滚！林然，这是你逼我。 林然，这个狗东西我已经讲得超级麻木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对待我们吴家，看来我们吴家这么些年是太沉寂了。林然把我吴家逼到这种地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 喂，林先生，不好了，我们的人看到上官玉小姐被人带走了。什么？查到去哪了吗？我们的人跟到郊外以后就不见了。不过我查了一下附近的位置，那儿有一个遗留下来的防空洞。位置发给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妈，我去处理点事，你好好休息。没事，我要等你。别担心。 师傅，到九泉郊外的防空洞。师傅，能不能快一点？喂，林然，既然你来了，那就将你们一网打尽。去哪里？你以为我来之前真没有准备吗？
你以为我来之前真没有准备吗？你，别担心，林然，我这些人都是顾冰冰出身，我看你今天怎么逃！顾冰冰出身，老子这辈子不知道打了多少人。林哥，好了，你们往后边歇，我活动活动筋骨。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人狠话不多，社会你龙哥，兄弟们，给他们上上课。上。这是怎么的？呀，哎，疯了！敢偷袭我？行，小年纪不学好，你敢偷袭你啊？废物！你一群废物！老子他妈养了你们这么久，连几个小混混都打不过。林然，你有本事单挑啊！我给过你机会，一会儿警察就到，有本事你和警察再跑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韵儿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。你还是先养好伤再说啊。好，等我养好伤，我就去你家提亲。林然，怎么了？林然，哎哎，林哥，林然，林哥，林然，醒醒！这是哪？韵儿，韵儿，小伙子，老神仙，是你？小伙子，物价贬值100万倍的感觉怎么样？做有钱人，爽吗？爽，这种感觉太爽了。那你想不想让这个世界继续贬值下去啊？想，当然想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将取你一件心爱之物作为交换，如何呀？什么心爱之物？当然是你最爱的东西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大宝贝还在。看来刚才只是做梦。糟了，9点了，我还要去韵儿家提亲呢。今天是一个好日子。哎，妈，你看我这一身打扮怎么样？哎呀，不是，这温度这么高，打扮成这样干啥去？哎，妈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去提亲的吗？提亲？提什么亲呢？你啥时候处女朋友啊？都不拎回来给我看看去啊！妈，你一定是糊涂了。这我女朋友可是上官运大明星啊！之前你生日的时候不还见过我带她来过呀？哎呀，是我糊涂了还是你糊涂了？你爷过生日的时候你根本就没去呀、啊。还什么上过运大明星呢？我根本就没见过。还什么上过运大明星呢？我根本就没见过。啊？不对，妈，一定是你联合上官运联合起来骗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也没发烧啊，这大早上怎么说胡话呢？这孩子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将取你一件心爱之物作为交换，如何呀？什么心爱之物？周奶奶，你们一定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我玉不可能消失的，我得去找他。哎呀，
孩子是不是魔怔了？看来呀，真得给他找个女朋友了，要不然这样下去，这不得臆想出了一个女朋友啊？你哥，伯父你好，月儿在家吗？小伙子，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找谁呀、啊？伯父你好，我来找你女儿上官韵。我女儿？我没有女儿啊！你是不是被骗了？现在这骗子也太猖狂了。伯父，您别开玩笑了。您有女儿，她还是个大明星，我是她男朋友林然。大明星？我有女儿，我能不知道啊？赶紧走。伯父，你真有女儿的？不过，她可能消失了。你是从哪儿跑出来的精神病啊你？你再不走，我就给精神病院打电话了啊！赶紧走，走走。前辈，你帮帮我吧。小伙子，没有了品质，你就会再次回到那个任人欺凌的时候。你现在靠品质拥有的一切，我也都会收回。明明可以衣食无忧的活一辈子，你确定要反悔？我确定，我只要韵儿回来。有了品质，你可以找到更多的女孩，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再多的女孩，也不及她的万分之一。哇，看在你是所有经历品质之后唯一一个放弃的，我就为你破一次例。哎，听说了没？今天大明星上个月要和一个叫林然的跑龙套订婚了。当然听说了，网上早就公开了。据说呀，还是这个上个月主动套吹的。真的吗？当然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个朋友就在天美娱乐所，他跟我说的，这次上个月光订婚就已经花了上千万了。这个叫林然的真有福气，娶了一个既漂亮又有钱的老婆。两位，你们刚才说上官韵和林然结婚的事情是真的吗？